土楼在哪里？土楼是分布在中国东南部的福建、江西、广东三省的客家地区，以生土为主要建筑材料，生土与木结构相结合，并不同程度地使用石材的大型居民建筑。其中分布最广、数量最多、品类最丰富、保存最完好的是福建土楼。福建土楼分布于福建和广东两省。福建土楼产生于宋元，成熟于明末、清代和民国时期。在众多土楼中，最出名的是永定土楼。福建土楼现存圆楼、八角楼、沙帽楼等30多种各式土楼，与北京四合院、陕西窑洞、广西栏杆式、云南一颗印并称汉族五大传统样式住宅。福建土楼的结构外高内低，楼内有楼，环内有环，通风、采光、抗震、隔音、保温、防卫等功能。